桃园分局及桃园市调处日前分别接获情资，在桃园市南区有吴姓及陈姓的犯嫌哦，开设总统大选的赌盘地下签赌站。那经报警检察官指挥，组成专案小组收证，在1月6号、7号进行查缉。那现场查扣赌资、账册、手机及电脑等物。全案讯后，依赌博罪及违反公职人员选办法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